一个新地标诞生，将港岛价值瞩目展现。30年嚟，港岛南港铁全新地标住宅巨著 Southland 骏环，位于港铁南港岛线黄竹坑站，全城期待已久。港岛物业拥有先天优越，南区更属传统豪宅地段。港铁南港岛线让黄竹坑与金钟一线相连，从港铁黄竹坑站出发，两站直达港铁金钟站。随住日后东铁线红磡至金钟段通车，港铁金钟站将成为四线汇聚枢纽车站，联系港九核心。受惠跃动港岛南计划，黄竹坑将成为港岛新焦点，身价非凡。区内逾8公顷用地将逐渐变为商贸用途，汇聚甲级商厦、酒店、特色餐厅、私人会所及艺术画廊，晋身港岛南区崭新瞩目地标。港岛南岸率先进驻全新活力社区，连接区内最大型休闲生活地标商场 The Southside， 承袭传统豪宅氛围 ，Southland 骏环得天独厚，拥有南区生活版图，尽显与众不同。港岛价值瞩目展现。